代言，双双得到了金钟奖了。瘦身有成，听说瘦了15公斤是吧？好像又更瘦了哦。谢谢唐老师，出道13年，连夺了金马奖、台北电影奖、金钟奖，成功完成了影视演技奖项的大满贯。刚开始那阵脆破50万人追踪，然后你现在想要抽什么东西送大家？金马奖就有点麻烦。这个就是我，觉得还是不要麻烦做这件事情，我可以自己来处理。对对对。那个这个方面我可能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的能力，对对对，那就是还在看大家的什么东西比较方便。你还在翠上面说自己单身6年了，然后刚才有谈到就是姐姐跟妹妹现在都不排斥，嗯，那现在的感情状况就是公开狩猎，就是可以欢迎，对，欢迎大家喜欢我给你尽量来，我只能承诺，哎，你选到谁我帮你看一下。哎呀，好，鉴定一下，好，这个好，老师世人的这个眼光很准。我看命盘，我的眼睛不准。想问一下那个黑白大厨在就是谭总的，你自己有看吗？会，我有看，可以可以帮你安排这个黑白大厨的饮食行程。安全仔，谢谢。超帅，超帅的。我已经录了一集 podcast， 我说我就喜欢他，我喜欢大饼脸。我常常被搭讪，但是每一次只要是小鲜肉，他们第一句话都会说：“啊，是我吗？好喜欢你。”真的很解，我已经慢慢知道了，我就扮演好我的大师就好了。跟姐姐一起出国。跟姐姐吗？我蛮常跟姐姐一起出国旅行的，都有啊，因为朋友中有年纪比较比我大的女性、男性都有。好处是什么？有姐姐的好处是要训练我的安排事情，还有很多事情的容忍力这样子。我其实对比我年长，就算只有1岁的人，也是蛮恭敬的。对对对对。妹妹，你说年纪比我小的有啊，当然有啊。那你会照顾她吗？照顾我。我们是大爷。